尤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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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我一下。小木头，小木头，玉琪老师，瑶瑶，瑶瑶，我要告诉所有人，我谈恋爱了。这样的话，我就会宠着你，我还可以天天给你做饭。你说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对，没错，是我追的他。尤老师，十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而这种契约一旦形成，两个人必须死生契阔，直到死为止都永不分开。尤老师，不要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尤老师，生日快乐！流星，尤老师，我们一起许愿吧。听说在流星下面许愿很灵的。你是我的女人。我会竭尽所能的保护他，不让他受到一丝伤害。或许我不会是最后那个给他幸福的人，但我希望我是。这高鼻梁，气宇轩昂，这大眼睛，剑眉星眸，不说尤老师长得丑，定是划天下之大稽。是你让一切变得，看到他每一次是那种心动的感觉。今幸而又得见将军，妾的心愿已了，愿死于将军面前，以明妾志。我早已知你心意，只恨迟迟不能与你相遇。尤老师，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怎么了？恰如古时恋人互抛梅子赠红豆之举，如果两个人真心喜欢，你情我愿，接吻又有什么呀？不然你就在这儿睡吧。瑶瑶是在半个月前才在一起的，但是我已经偷偷喜欢他很久了。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也许可能是从他第一次站在我面前保护我开始。